眼睛是心的窗，有眼睛，世界一片漆黑。在紫品饭，我成天面守的货，那些爆炸性的心，手游、八卦或者人，一直看下去，不得一而立的害太大了。长此以往，使我看息模糊，不真切。中有着世界上很高的禁律，很多人了眼就束手册，所以平于眼睛要小心保，即使因迫不得已需要长的用眼，那过后要用一些方法挥利，以免把假性尽成真性尽。下面借七方法可以你挥利，我逐一了解下。方法一，安不易被人打得的，身心放，注意力集中，眼球先凝下方，然后慢到左上右，最后回到下方，完成一圈，如此九圈，然后再以同的方法逆六圈。每次的后眼珠可能的倒线速度要慢，不要很快的过去。做事时眼积得到，常做可以使眼睛不易疲，目光炯炯有神，注意在做的过程中直眼球，不要跟着。相比于其他色，色的波长短，成像于膜前，使眼睛得到放。方法看20米的色植物，全神注，目不惊的看20秒左右，紫变直的阔，然后把手掌伸到眼睛前方30厘米，手掌要稍高于眼睛，花5秒的上到下看清掌，然后再如前一看直20秒，然后再看掌，如此反复10分左右，每天3次，与改善力有名的好方法，既又方便。用茶水熏眼，方法泡上茶，把杯子移到眼睛下方，稍微上眼睛，感受着水的熏蒸，加速眼部的血液循。蒸面含有的水汽使眼睛的很舒服很滋，尤其是于常常眼干眼疲的人，常用茶水熏可以得到很好的解，使眼睛明亮活，注意茶水的度已不感到宜。可以常用水洗，可以增加眼睛与疾病的抵抗能力，保力，使眼睛的疾病少。放身心，上眼睛，手掌相互摩擦声，感到呼呼的后，用手掌捂住眼睛，带力散去，把手掌拿，然后使眼睛，用食指和中指按眼睛周。重做法3到5次，做得好是促眼部的血液循，使心带加快，更好的保力，早晨运眼的效果更好。做眼保健操，眼保健操我在上都过，在有些是用功，其不然，做眼保健操可以使眼睛以及眼部周的得到按摩放，能解结肌的，有效改善眼疲。实力得到修整和恢。日光浴，天晴好，上眼睛这太，感受太光透过眼，做得好事可以刺激眼包。近眼因光敏感，常有眯眼的做，行日光浴可以提高眼睛余光的接受度。多眨眼睛，常聚精神的看息，容易眼疲而成尽，特是在容息引人的后更呼一。所以要成提醒自己常眨眼睛，使眼睛得到片刻的休息和放解眼疲，方法的都可以做。以上七方法常使用，可以有效的避免进不想鼻上架片眼
或者是戴上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型眼，就要特注意。另外，可以在十方面行改善，多喝水可以充水分，解眼睛前燥。吃深海可以助魔域健全，防止白胀。物的柑、檬、梅、柑橘等水果和蔬菜等于改善力也有好。